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海哥，是女人都喜欢吃甜品的啦。听说最近开了一间由台湾开过来的豆花甜品店，现在先试一下它。地点就是望住望德圣母堂的巷仔，直行一分钟就到的啦。听说老板娘是法国南大甜品师打理台湾豆花，你即刻试下啦。哇，它这个招牌打铁豆花吃落口很顺滑，还有很香的豆味，它还加了黑糖糖水一起整，还有是超足料，整个口感很丰富。这个同样受欢迎的法式焦糖布甸，吃落去很香蛋味，加上老板娘自己亲手打的芋泥，口感很绵密，都值得一试的。你都当然要试期间限定的草莓樱花豆花啦。由它的粉红珍珠到它的草莓冰沙，加上它的樱花马卡龙，真的啱晒来打卡了。这个雪顶樱花草莓喝下去有奶色的口感，而且不怕太甜，还吃到粒粒的草莓果肉，正啊。不过大部分豆花基底都是冰沙，我就比较推荐糖色啦，感觉比较好嘛。